做红烧肉啊很简单，但是我呢还有很多比较深的感受呢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说呢，怎么选五花肉？爱吃这个肉的人啊，可能都知道，实际上五花肉啊，虽然好像有点肥，但是这个价钱还真是不是很便宜。我可以告诉你哈，真正的五花肉啊，确确实实是价格是很贵的。这里呢，我买了一整块的肉，实际上呢，这一片肉呢，并不全是五花肉，上面这一块实际上叫硬肋，下面这一块呢是鱼这个猪的腹部那一块，这一块呢就实际上叫囊串。这个囊串在北京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在北京是个骂人的话啊，它是形容这个肉啊是又松又软啊，口感差。只有中间这一块啊才是五花肉。你看中间，只有中间这块才是五花肉。所以你要想吃一口好的这个红烧肉啊，你首先要学会挑肉啊，假设你买一块这个又肥又硬的这个肉啊，那你想做出好吃的五花肉啊也是比较难的。这个肉买回来了，我告诉你哈，切肉呢也是有点讲究。以前呢我也见过很多人啊做这个五花肉呢，他总喜欢把这肉啊切成那个一小揪揪，实际上那样做出那个肉啊，那个红烧肉啊容易做烂了，并且呢那个口感也不好吃。切五花肉呢，虽然不能说切的块太大，但是块呢不能太小。我的经验就是啊 ,2.5 到 3.0 厘米见方。好，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呢怎么切这个五花肉。大概呢刚才我说了 ,2.5 到3公分宽，去这样切一条下来。我们先呢切成比较宽的这个肉条，再切成这个一块块的，切成这小方块。这个肉块呢大概这么大小。这样将来吃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口一个变肥带瘦的一块吃下去，那样那个肉呢才好吃。注意没有，这个肉块啊切的大概就这么大小。这个你看没有，有肥有瘦，一口一块，口味呢肯定是特别好。下面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呢怎么焯水。打开锅盖，把这个切好的肉呢倒到锅里头，然后呢那个加水，看到没有，这个水啊要没过这个肉来，然后呢盖好锅盖。咱们用这个煮面条这项功能来焯水哈。这里就是注意一点，就是开锅之后啊两三分钟就停火，时间不能太长。这个肉呢焯好了，在做肉之前呢，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调料和辅料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个桌上呢这个调料辅料放了一大堆。实际上呢最关键的调料不过就是三种。第一个是酱油，这个是必须的。另外呢我们必须得有盐。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糖。这三样东西呢是必须的。其他的这些调料和辅料啊都是增香用的。实实在在跟你讲，咱们在家里自己做饭呀，这个没那么多讲究，少一个葱少一个姜啊，实际上今天晚上我们这个肉呢还是照吃照吃不误的。说到酱油呢，我这儿呢还要多说几句，因为大家有时候可能这个虽然天天用到酱油，真到商场去买酱油的时候就发现呢你会有很多这个疑惑的地方。酱油有的地方还有老抽，还有生抽，那么这些东西有什么区别呢？我的经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说呢这个生抽，我认为这个生抽主要是拌凉菜的，所以我们做着红烧肉啊，我不建议大家用生抽来做红烧肉。剩下就是老抽和酱油，它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老抽啊，应该说它就是浓的酱油，一勺的老抽啊，相当于两勺到三勺的酱油。就说你比如说咱们今天做这个红烧肉，你要是用老抽的话一勺，用酱油呢我一般的经验是用三勺。为了能吃到一锅好的红烧肉啊，哎，我真的希望你一定要买一瓶好的酱油。下面呢看我怎么装锅。这里呢打开锅盖，把这个焯好水的肉呢放到锅里。肉加好之后呢，来我们加调料。葱呢加三段。姜呢两片。这干辣椒呢，你要不怕辣的话可以加两个干辣椒，这个干辣椒啊主要是去腥味的。还呢加点盐。加糖啊需要注意，
糖不能加多了，加几块提下味儿就行。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糖加多了以后呢，那个做好之后那个瘦肉啊会变硬，口感很差。做肉呢大家都喜欢加点花椒大料，没关系，我们也加点花椒大料，但是这个地方尤其要注意，你大料只能最多加一粒，花椒呢也是呢加几粒就行，因为这些料啊加多了以后啊，这个料味会盖过肉味去，那就不合适了。加几个香菇、冬笋，不过这些东西一般人家里很少准备，这东西不加也可以。这些固体的调料辅料加完之后呢，最后呢我们是加水和液体调料。看这里啊，我们按一下这地方，取出杯子，就做这里这个红烧肉啊、黄焖鸡这里收汁菜啊，这个加水量必须准确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按键，这按键上标示着四个杯子，意思是你需要准确的加入四杯水。酱油和料酒呢，我们首先要加到杯子里头，因为这个四杯水呢是包括这个液体的调料。料酒，把水呢加满杯子，这是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好，四杯。我们加完水之后啊，就盖好锅盖，按一下开关按键，再按这个红烧肉。这个红烧肉呢，一会儿呢就能自动做好。好，现在咱们就歇着，等着吃肉。这个红烧肉呢做好了，我们打开锅盖，我们把这个汤汁呢和这肉呢给它充分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好，我们把它盛到盘子里，咱们的红烧肉呢就做好了。我可以教大家一下，假设你加点莲藕，咱们就是这个莲藕焖肉，味道也不错，不用这个酱油，用那个腐乳就可以做出比较有名气的叫腐乳肉。如果你多加点黄酒，甚至用那个黄酒来焖肉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东坡肉。啊，看到没有，这是我们做好的红烧肉。虽然啊，看上去好像很肥，实际上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一点都不腻。